冰箱里面有什么，今天我们就吃什么。今天我们是一个豆角盖饭。我上这一最大的豆角蒜苗，到底哪个才是米饭杀手？我的食材已经准备完毕了，现在我要调一个秘制小酱汁。先来一勺老抽，再来两勺生抽，再来一勺蚝油，再来适量白糖，调料酒，淀粉，清水，和搅拌匀。小酱汁就好了，秘制小酱汁，来点油。你们还有什么下饭神器？赶快安利给我哈。料汁一倒下去，香味儿一下就上来了。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舀出来了哈，这个时候。再来点油。小米辣真的是我冰箱的必备，每道菜都有它。豆角倒进去，赶快下注，下饭菜的天花板究竟是谁？就这个香味哈，我等一下肯定要去买米的。肉末豆角盖饭。这是那种最家常的、最不会出错的那种。饭菜肉末，真的好好吃！他们俩就不能结合一下吗？太好吃了，我靠！好搞起来。这个会更香一点，这个的话口感会更脆一点。有一说一，如果说是下饭神器，一定是蒜苔，一定是蒜苔。会有香菜味，绝了！咱放酸菜再多点，就没得那个豆角的事情了。所以到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心中最下饭的一道菜是什么？